好，我们这边来欣赏一下这一次的兽一趴，哎、欸，不是兽啦，它应该是龙吼。龙的一趴大奖，华西要来打这一次的全新地狱级。好，那虽然这一次的一趴大奖光辉好像都被基层二奖掩盖掉，但其实这一支一趴，我觉得机体还算不错啦。好，第一关 combo 法印这边的话，他打算直接转的吼。其实也不用洗技能啦、啊，因为近关就有一个龙 CD 减五、兽 CD 减二的队伍技了。好，第一关这边直接顺利带走哈。第二关不能守消木，然后浮石骗你半套。好，这边几乎都是木哈，因为队伍技还有一个会把你新转成队伍属性的龙族浮石。好，那你只要不守消到新的话，还会有一个额外的三倍，所以队伍技其实是有跟队长技做一个搭配的。好，他这边问号全部去叠，这样子 ，OK， 他叠到了哈。好，左边那只就是让你轨迹变问号的元凶哦。那右边带走，左边就会跟着自杀了。好，在第三关这边手消指定八康哦。来，那他是直接去转这一队也是有转珠岩秒哦，但是不是闭岩。好，但是这一只其实 他也没有什么那个啦，就是转珠减秒哦，他就是要你消八康这样而已。好，这边也是带走。来，接着第四关。好，第四关这边是风暴加八康，哦，这边就是直接开道罗斯下去了哈。好，道罗斯可能太久没有人用的话，哦，就会慢慢忘掉他的技能。还好这边又让他出场了。好，接着是五鼠，这边直接开巴哈姆特去解锁。好，不能手消木，他这边也是直接去叠齁。来，这边直接灌过去没问题。 OK， 再来第五关。好，五鼠极盾齁，这边的话先开华西要去追打水岸。好，这边的话是不能手消到心，不过场上对这队来说啦，也不会有心哦。好，这边副队打不够，只有打一亿哦。好，但是这队要去解五鼠极盾也是 OK 的啦，就是慢慢转就好了。哦，副队长华西再怎么样一定打得到攻击。好，对，他副队长，哎、欸，应该说前面啦，前面都有带五鼠哦，所以副队长是打得出伤害的。那这边就是慢慢跟他对磨过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其实可以再开招啦，只是看他愿不愿意这样子。因为下一关也是一个非常好洗技能的地方啊。他这边版面其实都转得很漂亮哦。好，他这边在等技能跳起来吗？巴龙也还有一些些时间。好，巴龙 CD 本来就比较久一点点哦，那其他是都已经跳起来了，还有他刚开过的华西也还没啦。好，转了一个九康，消珠子的能力非常好哦，排列很有技巧。好，这边九康，再一个九康。好，他是真的完全没有打算要开招齁，就是慢慢锤过去，这也是一个方法啦，比较稳。因为你开招可能等一下刚好要用什么招的时候又来不及洗回来，比较麻烦齁。好，这边应该是最后一回合了齁。
好，版面其实有九康，蛮可惜的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。来下一条，下一关，下一关，这个非常讨厌哈，反击一万再加上20%盾。好，那这边是直接先开追打。好，龙科有要开下去吗？好，还没哦。来这边追打的话，不是追打，这边全部发动攻击的话，血量其实是 OK 够扛的哈。那再加上说每回合会回50%的血。这边珠子转得很漂亮，他有开一转的水龙死，先去冻结三回合哈，因为他这一只是打过来就扣血100%了，所以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，就是只能去把它好好的控场。好，这边 OK。好，那最后一回合是关键哦，因为他这个60000反过来哦，再回血已经不够了。那龙族要回8000，应该说7200啦，这样7200要回过来才有超过60000，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这边的话，他是带了蛋糕龙客去回血哈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好，那龙客这边基本上你有打到回血的那个分数就好，因为主要是在回血，也不是增伤哈。好，这边最后一回合来把它带走。好，再来王一。好，王一这边的话是电击加数字盾齁，很讨厌的东西。来，这边要怎么出招勒？哦，开八龙是不是？哦，好，他直接用特殊转法转22颗哈，不过这个伤害看起来可能不太够，没错，不太够哈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考验手转了，因为现在场上没有任何角色是可以帮你处理版面的，真要说顶多就是华西哦，把珠子变一消，但是华西如果在这边开了二血就更麻烦了。所以这边要来慢慢转的吗？好，他这边直接转，然后我看一下，其实刚我看的版面是最右边的木根光5颗，然后剩下再慢慢拉到右边。右边拉到左边啦。好，不过这边也是用4颗的排列方式解了这个22齁。好，但是伤害还是不太够。来这边光珠，哇，越电越讨厌，这个位置真的不讨喜齁。他在下面的4颗里面电了2颗。好，来这边的话是转了一个6×3再加4哦，这样就22了。好，那这一个伤害带走没问题。好，二血哈。来这边是应该是华西的回合啦哦，加 combo 啊，然后巴哈姆特增伤啊，然后再变一消哦。这个敌技是突袭你啊，然后给你9个碎裂位置，手消多种减伤哦，他血越低会连击越大。好，这边就是最后爆发的时刻啦。好啊，这边是点火木一消齁。
那就是尽量去消火木就好了，让它减伤 25%， 这是最应该是最稳的做法了吧。好，他这边去把火木都拉出来齁，这边少拉了一颗有点可惜。好，那感谢观众帮我们提供这一个 1% 的华西来通关这次的地狱级齁，非常稳的机体，非常稳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